可怜的驯鸟，有没有别的可以教？我好像没打过驯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，驯龙也可以教啊。啊，对哦，也可以，那可以教啊，那教驯龙啊。可他跟我说残爪现在有出现呢、欸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哦、还是因为尸体没有还没消失。啊、那就教驯龙。阿驯。阿迅你好，阿迅再会。哎，我刚忘记拍一下那一幕。啊？他要出的时候不是会有一小段埃博东，嗯。然后，可是我看到的画面是，我看一下哦，我确认一下，我看到的画面不是奈斯的屁股，就是繁星的屁股。你想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出来了，不动装啊！白痴！我画面切回来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My son，所以是什么？驯龙。驯龙。驯龙不是在森林吗？没有啊，它两边都有。好吧。嗯。我都叫出来了，你还怀疑我？走，捡痕迹啦。嗯，我怎么有导虫帮我导啊？导我的也，我也在捡痕迹。为什么爬到入珊瑚台地了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后面好像有人。哎、欸，嗨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怎么现在才叫？哦，你让我好丢脸。武器在哪？过去，过去，过。路上我门口的，不用痕迹、哦、就在里面了齁、哦、你们已经在痕迹啊，为什么要痕迹？你先打嘛，打完才看得到啊。我刚看到一个我有看到的，不行，我就是要挖。好啊，那我要去找我要去找那个了，小动物了。啊，我就开始打，你们就开始啊，不是啊，我刚刚也在打、啊哎，晕了！要撞吗？啊，撞！来一下！哎，渡！捡石头！那个在吃。可以，晕了。哦，他的叫声好大声啊！去喵！Ouch！我是要晕了，没有哎、欸，吓死我了！晕了，好，这可以撞，好跑了，哦，没有。打
木博士，你怎么猜错啦？叫什么？神奇的红眼。那我直接睡他好了。第二颗，第三颗，睡了，住手！这总可以的吧？你在绕啊？干！我没说话啊。你是不是在笑？嗯，对。离开机会了，拜拜。还有，知道。要离开了，给我来打冰咒了。可以了，这已经可以了。好啊，我去跟你打冰咒了。这边没有关爱，这边只有伤害。魔刀，这样没有挡到、哦，这样没事啊。他的手，哦，魔刀了，魔刀了，这种狗屎喷子。看起来很神奇。魔刀，不要啦，可以撞。等下捡不到手，捡到了。Oh my god！现在这状态真的是超难撞的，我还只能穿转身衣啦、啊。嗯，对，转身衣。快死了！西律尔斯 ，serious。没道理啊！去哪关掉啊？去哪打开啊？
现在有残爪。你在打冰咒龙吗？刚接而已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缺素材。你要来吗？你要去打一个呀？好啊。道具箱。花线残爪龙，残爪了，对啊。哎，他怎么离开了？啊？打冰咒啊？哦，他去打冰咒。好。走。Come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哎呀。太冷哎。撞过了吗？撞了一次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啊，来不及了。啊啊，没关系，他还是跑了。操，直接跑掉。那掉物在哪里？那边。我看到。那个营地啊 ，HDT。我飞中间的那一个、欸，浮棉呢、欸？你竟然拿了一把 Uber， 反正这把很好用，除了不能随心所欲的换弹，这一点有点难用以外，他的换弹时间是僵持在大了。好啦，丢包吧。我还没吃饭，我还在中间营地那边。嗯。哼。来，差不多要晕了。好了，我到了，好吃，可以直接骑上去拉起来，嗯，强制落地，江江啊，输了啊，就他妈的啊，哎 ，OK， 麻痹蛙。上场了，麻痹蛙！干，捡螺丝。一击都打。可以撞，我撞，起呗！哇，被冰住哎、欸！你被冰住？突击龙？不是，太冷了吧？应该还在这里的 S。有点难打。好像很酷哦！我要改名字了，我
啊，这是我爸爸买给我的，杀回啦之类的。还是跑去那个了，上气。哦，好了。有掉落物吗？有啊，很多。进去不来不及。进来。还有尾巴。好，为什么那个血是这样红红在上面？等过来。哎、欸，兽龙走的特殊是吧？它在哪里啊？有一颗，我找它在这。哈哈，他触发我的转身的啦，来。也转身少一次。前面就炸到一个不见的，红了。那我帮他打棉了。好。啊，按错，对不起。水啦！水啦！谁帮我猫的上面？我们要补充子弹的。哦，是那猫咪女要集成。猫咪的妈也很强。第二颗的。对了，对了，只要撞了，再多炸两下。我没有东西，那我来。可以撞墙啊，交给你了。嗯。哎呀，这里哎呀。痛，水啦！那要不要拼骑乘啊？啊。我来吗？不对啊，那可以，我们有耐斯。靠你啊！靠你啊！对啦，两个极硬武器真的太累了，现在时候。他的肚子饿。为什么我看到你是空抓，可是你还是？我厉害啊！这是锤子北蓝的地方啊。好夸张啊！有的呀。不是我跟你讲，锤子他的抓是他的判定是。猫咪在干嘛？他是用捞的，不是往前打。猫咪做事啊！又下来。你懂吗？算是100%接近接的这样子。就是它是用捞的，你只要那个捞的地方有挥到就可以。哦。所以啊，所以我都会原地空打。人家需要一点心理准备。我要死了。哦，好险。他下来了。我要去捡古龙最爱的核桃。跳不下去，哦，下来。我手好麻啊！来找你了，怎么这么可怜？这个阎王龙吃过都说赞哦。要吗？怎么这么可怜？真的很可怜。倒啦，没有哎。可是我的血越来越少了。突击龙还在啊？还在，还在冰下面。太可怜了吧！但是快死了，水啦！我看不到、欸，下来了。欸、冰冻啊，它是采集的、欸。我要喝水。啊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采集的，它可以采集哎、欸。真的、欸，冰冻生物哎、欸。哈哈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好酷哦、喔！打到，好。去哪里？我要先回家补个子弹。好。哦，直接冰就等于是。吃东西的那个残骸的概念。嗯，我等你好了。我的掉落物跟那个投射物一直叠在一起，烦。这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也是。叽叽叽叽叽。马上来。啊！去抓他。我来了。我回去补子弹了。齐晨去哪学？齐晨，你去跟你家管家猫咪问一问，他就会给你啦。哎，他问你跳到背上其他的那哦，那个你就跳起来攻击就好了。我去跟爸爸拿信用卡。哎呦，这样就对了。这个爸也很母汤哦。可以啦。
穿。然后说：“那把刀是什么？”“我爸的信用卡。”然后他回去被他爸打。那 boss 问那个人，那个勇者：“哎、欸，他增加脏器比较多。”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好了，那只能这个了。可以可以用。啊，主要地区还是脏器。对。那个陆三虎只是他跑上来。密室的地方，陆三虎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还是用主要是那果然还是纯种比较好。看哪一个蠢在陆三虎教他吧。我要变成冰冻的生物了。哎，小心哦，接机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风飘龙好像，哎、欸，对了，他说风飘可以啊，浮空炫鸟，可是我没有风飘。水妖也是，我的天哪！我怎么没看过这一招？他说大姐啊，转一圈，然后再接一个那个地堡。我怎么倒？那我说我怎么惨？人扑倒了。好了，所以我才拿远程的。我刚拿长根被抓，搞到我一头快疯了。吸引好手，吸引仇恨好手。来，交给你了。终于，我不会再吸引仇恨。水啦！我的爸！我的爸！哎！啊！你叫的好难听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他，他还没出来。他出来了。人呢？我好像没有打过他，在这里。我找他。出现在原野中了，但是我地图的左下角也狂拖猛拖哎！你要去雾山谷等他。这边路上不能出去了。倒了哈、右边吧。找炫鸟就好了。勾到了、哦。你叫炫鸟还是水妖？水妖。我是叫水妖吧？哎呦，有问号问号，主机出现了。我要，我看到他，我要冲。那个主机我要看，这样捞，超夸张！你那个明明就是空抓，不用捞的，我的钩是甩出去的那一种，合理的。我懂你的意思啦，就觉得很好笑而已，就是勾空了一样能转上去，真屌。然后最好笑就是魔物快跑的时候刚好勾到，会一路转过去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水要哦，哎呀，被吼下来。要穿个转身。Are you okay? No. 看起来是。小心！抓吗？妈，我躲过了！妈，我躲过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别想！还想起来呀、啊？还是撞了是不是？嗯。你现在用偷东西的猫？他太疼了。哦，有点疼吧？没办法。好、哦，好啦，行啦。再来一次。哎、欸，他要睡了，他家在这边嘞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他会睡觉的地方。哎，是不是要站远一点啊？对啊。阿干来不及。那就只能继续干。捞。小鱼呢？哎、欸，闪光弹。哎、欸，晕啊！没事，还没给我闪光嘞！我刚有一个眼角看到那个炫鸟在旁边。对，我看到他有打开他的那个头。晕啊！妈，他是不是新动作是会闪啊？他
他的行动就是会骗人的闪，然后换我的位置闪。嗯嗯嗯。哦，所以啦，把玻璃打破了。以前不会啊，呀，破玻璃。水啦，没办法断尾，水啦。没办法，我没有拿长枪。十一等可以学骑乘吗？你新手村要过了才可以。你还是不会学，你是拿什么武器啊？因为你要跳起来打下去才能累积骑乘。分叉了，分叉了。还是你是指这只？这只叫出来的，哦、他闪另外一边呢。这只叫出来的是每个人都会走。有啊！我挡住了，我挡住了。